本赛季皇马战绩不佳，他们先后在国王杯以及欧冠中出局，在联赛中也落后巴萨多达12分。卡尔德隆透露，齐达内离任后曾建议弗洛伦蒂诺一保持对纳瓦斯的信任，而不是继续追求新的门将。二，留下 C 罗，便修复球员和俱乐部双方的关系。三，允许贝尔离开，但去年夏天皇马引进了切尔西门将库尔图瓦，将 C 罗出售至尤文，并留下了贝尔。卡尔德隆表示，齐达内曾警告弗洛伦蒂诺，如果不遵循他的这些建议，将会发生些什么。结果弗洛伦蒂诺做了完全相反的事，结果现在是显而易见的。阿良